方乐，不行，咱俩离了吧。房子归你，这房子里所有的东西也归你，房贷也得你还。说好了，我也归你。 这么差，你们这吸的把平均全都吸进去了，到时候再得病了。就是，咱们单位连个空气净化器都没有。能有吗？你看金总那样，那么抠门，还舍得买空气净化器。他就是卸磨杀驴，你们一个个的啊，都是小驴，小心哪天被他宰了一刀。那你不是驴啊？我当然不是驴了。 说谁是驴呢？啊，谁是驴啊？来干嘛干嘛去！你站住，袁。啊。你说你这一天晃来晃去的，你干嘛呢？巡逻呢？咱这不缺保安。驴肉味，您吃驴肉了吧？你管我吃什么肉呢？圆圆，你说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，别瞎说，别瞎说。
好长时间都没有和你们畅所欲言的聊天了，有些话憋在心里，也没有地方可以说，就和你们说说吧。记得毕业以后，我刚被分配到这儿来的，那个时候。 我就是一个每天跑腿的实习生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可以真正的走进这个直播间，坐在这个只属于主播的位置上。 戴上这副耳机，我记得我那天紧张的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我的眼睛就一直盯着玻璃后面的导播，直到他给了我一个 OK 的手势，我脑中一片空白，我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那次播音。 好多地方都和稿子上说的不一样，舌头还不停的打结，我当时太紧张了。现在想起来，好像那些都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是你们对我的喜爱和支持。 让我慢慢成长，就连我妈都说：“圆圆，你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。”每天早上一起床，我就会给自己画一个漂亮的妆，梳一个漂亮的头发。 我坐在出租车上，看着外面川流不息的人群、车流，我就会觉得特别充实。当我到了单位以后，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我才觉得自己是最有价值的。我觉得这一切。 那么自然，就好像每天要吃饭、睡觉一样，永远会伴随我。从来都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我会失去他，失去你们。 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在家讲啊讲啊讲的没完没了的，我今天特别想听你们跟我说说，你们想我吗？我真的想你们。